手表一直哒哒响，滴哒哒响。时间还有一分半，小心背叛。直升机的螺旋桨，靠近的声响。手表一直哒哒响，滴哒哒响。子弹没了一大半，小心死亡。撤退的一刹那，背后的那一枪，人心的猖狂。欢迎收看尼亚斯的游戏实况，我是尼亚斯。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是《汤姆克兰西全境封锁》，然后今天我们的事情蛮多的。首先我们需要先制作一把枪。我在想啊，因为这边已经有一个精装的手枪了，是的，但是我们的材料要金色的，所以我们需要合成上去。大家看一下，它需要武器零件跟工具嘛。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武器零件，哇，15个才只能换一个顶级的武器零件呢。这等于说我要收集很多武器零件，然后还要什么工具，对不对？也是15个，不够，完全不够。那我们现在还可以制作的是这把步枪，它的威力比我这把高，但是大家看一下哦，有一个重点，我觉得就是，等一下，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在于，大家看一下，它的稳定度低到吓死人，然后它的准确度也蛮低的，对，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不应该要合成这把枪，因为它的稳定度跟准确度比我这一把还要低耶，我这把光是连射的时候稳定度跟准确度就很差了，如果再换成这一把。虽然威力高一点，但是稳定度跟准确度实在低到吓死人。它只有装弹速度比较快一点点而已，所以我决定我不要合这一把，不要制作这一把步枪，我制作狙击枪。来，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一个蓝装的第一波 NEA 哦，可是它准确度也低，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这边它有天赋准确度高 20% 的关系吗？但是它的射速反而比较快，装弹速度更快，稳定度低一点，所以我决定我们今天来合成这个好了，看看能不能用配件的方式把它改更好。好嘞，来帮我们做一下吧。OK， 那哇，14000哎，好高啊，其实，哇，它有着火效果哎，其实还算不错，而且有127%爆头伤害，感觉不错。那再来其他装备的部分，我稍微看过了，目前材料都不够，对，主要是电子邮件的部分啦，装备的部分是电子邮件比较缺，所以我们这一集不只要解医疗的那个遭遇任务，还要拿那个一堆的零件，然后顺便还要再解一个后续的，算是一个主线任务吗？我不知道，不是猎隼那个，是另外一个。对，那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把，这把是 15K 嘛。这把是3000多，哎，差好多哦，哎，不对，等一下，没有，看错了，我拿成步枪 ，OK， 那我们把这个装的部分都给它拆掉，不过射速这个反而比较慢，来，把这个东西全部拆掉吧，紫色瞄准镜拆掉，然后弹力弹夹拆掉，垂直这个也拆掉，把这个也拆掉 ，OK， 那就拆成一般的狙击步枪了，然后我们再装上这一把。然后把所有的材料全部装在上去，装在上面。不过我今天又换了一把，一个那个喷漆啊，是白色的。不过我还是没有很喜欢。这个要用白色的吗？看一下哪一个比较好看。试用看看白色好了。哎，感觉好像还不错哦。那我来装一下狙击镜头吧。这个是瞄准镜，这应该不是狙击镜，我猜。但是它的射速跟有效距离好像反而比较远一点，我们装上看这个啦，如果它不是狙击镜就算了。对，然后这个是强力弹夹嘛，暴击几率跟射速更快，这是装弹速度，所以还好，装弹速度不用，我们主要要求射速跟稳定度啦。这个是装弹速度跟射速，反而更好，我们看看有没有稳定度的，好像没有，有增加弹夹的啦，但是装弹速度反而慢了一些，射速也变慢，那我们装这个就好。那再来是这边的部分，稳定度高，这边呢，这个是稳定度比较低一点，啊，这稳定度更高欸，我想一下哦，这个是有加首发子弹稳定度跟水平稳定度嘛，那这个稳定度更高，
水平，诶，那这个反而比较好，那我们装这个好了，虽然有点吵。然后再来是养殖的那个，这稳定度也会提高了。不过看一下其他的，好像这个准确度更高，但是稳定度比较低。不行，我们一定要要求稳定度，因为它是连射的连狙，那这个稳定度更高诶。啊，可是它没有那个，因为它这个不是消音器，这只是制动器而已，它没有消音的效果，所以我们还是装这样好了。来比较一下，15K 347连射速度，这个是8900嘛？那它的准确度更高，但是稳定度反而低了。然后它这个还有13%的着火效果，所以算是不错了。OK，那应该目前做装备就到这里。那我把这个拆掉好了，觉得对，应该可以拆掉了，换取一点武器零件。OK，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出去吧。啊，等一下，补一 Thank 下you 弹 for 药。what you're doing. 我们要去解一些那个医疗遭遇任务，解个一两，哎呦，那个，解个一两，哎，为什么底下会有人打字啊？因为不是单机地方嘛。我们要去解个一次或两次的那个医疗遭遇任务，然后在这边有一个这个新的未知的讯号，在我们刚开始降落的地点有没有？第一集的时候，我们降落在这边，然后往这边走嘛，那这边突然出现一个这个任务，所以我们等下要去解这个任务，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先找一个医疗任务吧，比较近一点的。像没有哦，对，目前没有看到比较近的。哎，哪一个地方的医疗任务离重生点比较近啊？好像没有哎，只有这个。好吧，我们前往这里好了，然后跑过去，这可能要一点时间了。希望他跑得比较快一点，然后我们跑过去解这个医疗任务，然后再回来，然后再从这边跑到前面那个港口那边去解那个不知道是哪出来的支线任务，我觉得应该是跟病毒有关的啦。那现在我已经把单人剧情大部分都完成，然后就等于说已经结局了。我把那个赖克斯邦啊，还有什么什么，进化者啊那些全部，还有军队幸存者军队都已经打完了。那所以照理讲，单人任务就已经在上一集就结束了，但是，他还是有那个列准的任务啦，那个算是副本。我记得官方更新的时候是说是副本，所以应该算是单人剧情部分。那单人剧情的部分到这里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几乎已经把整个城镇都快夺回来了，就是，大部分那些做坏事的人啊，都已经不敢再做坏事了，这样子，大概的。剧情是这样啦，然后剩下就是大家无限想象，可能就是后来我们把城市夺回来这样，剩下就是自己想象了啦。我拿到什么东西啊？刚好像拿到一个防弹衣，对不对？我刚刚在那个，我刚刚有在一个那个叫什么，在一个藏身地点有看到有人穿全身军装欸。就是玩家全身军装还戴那个铁制头盔，好酷哦！我也好想要啊，不过没办法，这是一般的那个 NPC。我们跑一下，跑一下，这段可能会累个，跑步有时候都会累个啦，所以不管它了。反正现在没有要打斗，就还好。我们现在就是先去跑到那个医疗的遭遇任务，那附近如果有一些零件，我就尽量捡下。因为现在真的蛮缺零件的，有零件才可以合出更好的武器啊。有时候，那暗区的话应该是下一集或下下一集。我们现在就是先把等级练到30等，然后去暗区慢慢闯，然后闯一阵子再去试试看单人打那个猎隼。如果打不过啊，我再去找一些，观众一起来打，对，看再约个白羊啊，还有剑士猪猪啊，对不对？一起打打看。如果真的打不过了，杀一下，蛮有经验的。我们用一下哦，是那个哎、欸。等一下，这个好像不是狙击镜哦。喂，打不到。对，这不是狙击镜。然后我等他探起头来。有了，拍照，是啊。OK。我把这个换成狙击镜好了，因为这种镜头真的是我很喜欢啊。
它这个才3.4倍镜而已，我要12倍的那种。可是它准确度跟射程会变很近欸。还是这个比较短。还有这个嘞，这个是准确度更高，射程啊，射程还好啦，抛弃射程了啦。呵呵对啊，这个是准确度跟射程都比较远，但是它的那个镜头真的是不够远啊。你看，像这个镜头就比较近，而且它中间是十字的，刚刚那个是圆形的。比较，我觉得比较，我个人觉得啦，我玩的时候比较难瞄准这种圆形的，除非你说是这种的，有没有？这种中间有圆形，然后它是十字的，我比较好瞄。好像有敌人，哪里啊？啊，那里。你看这就很好瞄了。哎，没死啊、哦！啊，死了。那应该是白装，哎。白装捡一下好了，如果是白装的话，如果是子弹，啊，补包啊，啊，好吧，啊，闪光弹啊，白装要捡一下，不管是什么装都要捡一下，你可以拿来分解做成那个武器零件，不管是蓝色还是绿色的那种武器零件哦，到时候最后都可以合成那种就是黄色的，就是金色的那种，然后你就可以合更好的装备，大概都是这样子的，有点类似后期就有点类似刷装备的感觉啦，所以就还好，就是多收集这样。其实这游戏不太需要太多的技巧，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因为你如果不是打暗区的话，其实并不需要。如果你是打单人，其实就只需要你把等级练上去，然后再去破任务就可以了。我看到一个零件是在里面吗？找不到哎，算了算了，这找不到，改天再说。好，我们到了供水系统，哦哟。哦，下水道哎！哎，等等，不对不对，我终于知道怎么滑下来了。你按着 Shift 滑下来，或是你按 X 再按 Shift 奔跑的时候滑下来的话，它的速度会变快，就可以直接滑下来。那如果你是直接按 Ctrl 的话，就是直接跳下去这样。哎，对，你好像是同样的任务嘛？啊，我们之前有破过这个任务啊，就是一样是下水道。这里面有那个道具，这里哇，好多哦，有3个箱子啊，电子邮件呢，好棒哦！我回去又可以再制作武器了。没有电，快快快！哇，超多的，总共九个电子邮件哎，先不论绿色或蓝色啦，但是蛮多的。我先用狙击枪哦。OK。我直接从这边跳下去啊，然后再补血就好了。一个绿装，拿一下。OK。然后前后等一下都会有敌人出现啊，然后稍微看一下，有了，出来了。这个任务其实任务地点都一样哎，但它有时候会就是重复有一样的任务这样。这地点我已经来至少3次了，我自己下练等的时候也有来啊，还有打那个补给品的时候，还有一只，跑过来了，有了，OK，哇，紫装哎、欸，对，紫装要拿一下，我觉得最近新手区域很容易打到紫装，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看到紫装？哎，紫装哎、欸，等等，我先关一下这个东西。不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感叹，等一下要看数值才知道，搞不好是很数值很烂的紫装。敌人，还好没有被打中。走，打完一下，给他跑掉了哦，敌人。还有一只，死了。好，赶快去转一下，啊，顺便拿一下这个哦。OK，等下再看紫装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散弹枪，最近散弹枪好多，不过我不太喜欢用散弹枪，我比较喜欢用步枪跟狙击枪。哎，完成了，好快啊！60个补给品，哇，我们刚刚是800多嘛，所以我觉得870的样子。如果我打2个的话是120嘛，所以大概900多，所以我要再打2个医疗任务啊。这样的话我要走一段了。啊，这哪一边医疗任务最多啊？这边啦、啊，
愿意聊任务三个呢，来吧，这一集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我可能来不及去左下角那个任务了。我个人觉得是应该是来不及了。我来这边，然后这边有三个嘛，刚好三个解完应该就 OK 了，我就可以回去升级那个医疗的那个织布，把它升到100%，看一下特殊技能是什么。我希望是可以，就是补血补比较多啦，因为我每次都是缺在那个。敌人打我很痛，然后血一次就耗很多，尤其是狙击手一出来一枪，几乎就快死了。对，就算我等级比那个任务高一等，还是很困难，对吧？前面的话，你比任务高一等是还 OK，所以我刚刚不是说这个游戏其实并不太需要技术，基本上你就只需要把你的等级练起来。我这边看一下装备好了，这个110可以分解了。哦，对不起，挡到了，挡到了，我挡到他了。对，要有礼貌，不能挡到人家。看一下，哇，很淡呢，27.8K。我们放箱子比较一下哦。来来来，看一下，这个是25K 嘛，25K，然后150射速，88弹夹，这是27K，这也收进去哦，这个到时候再整理了。然后我们要补一下弹药。好，然后再出去。哦，对了，跟大家顺便教育一下，就是如果你有在看我影片的话，就是教育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啊，或是在一些建筑物里面，不是都会有这种楼梯或是走廊，有没有？走廊，一直线的走廊。那个麻烦一下，就是如果你是我的观众，来学一下。你如果是好几个朋友一起走的话，像这种很窄的走廊，先不要看这个门，假设这一整条都是这样子长的走廊，你不要整个并排走。比如说三个人这样并排，是不是后面的人要过很难过，还要跟你讲说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对不对？麻烦你就是一直线的排队走。如果你就算要并排两个就好，你至少要留个空间，让后面的人可以过，或是让前面的人可以过，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礼貌跟礼仪啊。这个我觉得好像在日本做的还蛮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也可以学一下，感觉还是不错的啊。因为你想，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要过走廊的人，可是前面一整排人就这样挡着，然后有时候可能你也不太好意思跟他讲说借过什么的，对不对？又或是可能别人比较嚣张，什么这种，炸弹，电击炸弹哎！所以我是跟各位讲，就是如果你有在看我影片，我可以帮助你的话，帮助你改善这些行为的话，就是尽量就是走路啊，不要并排走啊，除非那个空间真的很大。哎，为什么会有烧起来的？下边，这样的敌人攻击力比较高，因为等级比较高啊。为什么听到开枪声啊？就是哎，敌人哎，还有一只，还有一只，算了，我用近战好了。得了，蓝装，拿一下。哎，拿。哎，为什么我刚刚突然开不了枪？哎，死了死了死了。OK，补一下血，补一下血。其实我觉得这个补血的补量对我来说还算不够啦。然后我刚刚讲到一半，反正就是，如果你像这么宽的马路好了，假设这是人行道，这不是车子行进的道路，假设这是人行道这么宽好了，这上面没有车子哦，车子不能过哦啊。假设是这样的路，那你并排走没有关系，并排个两三个有没有？哎，这边至少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可以让人家过，对不对？那如果你整排直接给人家挡住，这非常不礼貌啊。所以，这我希望就是我的观众，如果你是我的观众，我能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就是希望你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不错的，这样，哎，刚刚怎样？你看我这个还要点射它才会比较稳定、比较准。那如果连射它反而是比较不稳定的，会飘啊。虽然步枪就是这样啊，但是总是希望比较稳定的步枪嘛，对不对？刚刚又讲到一半，反正就是，如果你是我的观众，能听得进去，能改变的话，其实我是觉得不错，可以一点一滴改变这样子的。
不然人人都这样子，就是并排走，其实好像讲是还蛮占位置的。Intercepting radio transmission. Stand by. 哎，这边的任务也是一样的吗？好像是哦，一样是抽水美达，抽水美达，抽水马达的任务。哎，好像差不多呢，地形我觉得应该也是差不多。哎，对，差不多。我来看一下有几只。哎，那边还有那个炸药，哎，射这个好了。你烧得不够狠。有了有了。好，OK。其实摔下来，现在损伤的血量越来越少。欸，之前损的几乎，如果这个高度好像损的比较多一点，大概一格吧。Warning. 有人要出 Water 来，注意 pressure at 啊！critical levels. Warning. 旁边有吗？Hostile forces 哪里 approaching. 啊？哦，来了。OK。哎，这次蛮近的。然后嘞，哦，我要继续保护他，是不是？还是我要转他？哎，不用啊，保护他而已。我要等他那个跑满。敌人。还有吗？哪里？哦，后面。哦，好痛。OK。哎，这是哎，楼上有紫装，等一下，我被紫装诱惑了，我要先上去，不守了，不守了，我要先上去。哎，来了，还没死，还没死。OK，我要捡紫装，我要捡紫装，紫装最重要，什么都不重要，任务也不重要，紫装最重要。快快快，哎，楼下，从这边跳下去啊，哪里啊？在这里。OK，成功！啊，有子弹，等一下。OK，还要再转吗？应该是不用，对不对？然后要等那个白色的条码。还来啊？哦，两层楼哎！哦，跳下来呢？你不会损血啊？棒！棒！好像在看烟火秀啊！不过我子弹快没了啦，等下用一下技能好了，攻击力会比较快。哎，等下，我要上去转那个啊！啊，原来如此，没有看到。OK，完成。啊！我这样长期这样摔，会不会脚会受伤啊、扭到之类的？应该是不会啦，没有那么血腥。我狙击手，哎，还有，不，干嘛？哎，不够子弹。我要去楼上去转那个。走走走走。剩一点点了，应该快完结了，不是快完结了，快结束了这个任务，然后再解一两个任务就可以了。不过我们要怎么看我们现在的那个补给品有多少啊？好像有点难看哦。然后再解一个任务再回去啦。如果对，去恢复一下吧。应该不会再出现敌人了吧？好，哦，完成了。然后我获得一个一个成就，什么等级到达三十等，有吗？哎，哦有哎，我三十等哎，好像满等了，对不对？这个哦，每日任务解开哎，哦酷，看一下上面解开指派事项，哎，怎么解开这么多东西呀？还有吗？哎，这到底有多少东西啊？
好了吗？哦，有了有了，哦，还有袭击任务哦，哦，好酷哦！等一下我看一下，刚刚是不是出现什么袭击啊？我看看，我看看，哦，这什么？哦，可以玩困难任务了啦。哦，每日奖励啊！刚刚我看到什么袭击任务是怎样？不不，我不是要点这个啦，我是在找东西。算了，我找不到，算了，随便啦。一公里袭击任务好像是在这个方向吧？不过我们先离开啦，我们要先去那个医疗的遭遇任务，这个、目前还不重要。而且，哎，我们右上角的那个等级不见了，所以代表我们满等它就不会再增加经验值了，是不是？我目前是这样想。敌人，把你们的头盔送给我。还有一只，我完全看不到它，但是我可以射得到它。哎，它也可以射得到我，根本神射手啊。OK。一个蓝装，哎，后面有人，啊？什么？哦哦！哎哎，等一下，喂，怎么突然从后面出现？是怎么回事？这是怎样？哎，我吓到了，你知道吗？哎，大家刚刚有没有注意？我后面应该没有敌人，对不对？他突然就从我后面出现是怎样？这是怎样？这是演哪一出？啊，这是演哪一出？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他是直接从我后面蹦就出来，然后而且是一次六七只，有没有？喂喂，这作弊啊！哎，官方带头开外挂，哎，你起码从个门开门出来嘛，就直接就从后面出来，开门出来至少玩家有时间反应，而没有，直接出现凭空出现在我后面，会不会太夸张了？啊，喂，真的是，他们是空降部队是不是？而且空降还很安静哦，人家空降那个降落伞会有咻的一声，有没有摊开的声音？你完全没有，就直接跳下来，而且你也不会像超级英雄落地一样有那个砰的一声，没有，什么声音都没有，然后就出现就开始开枪了，太强了吧？后面好像有很多敌人，我们去解决一下，报仇一下，他们应该是同一个部队的。太可恶了，居然敢偷袭我，太可恶了。太可恶了！你们这一群幸存者军队是不是？我也是幸存者军队，我是单人的，单人幸存者军队，幸存者特工。哦哦，等一下，为什么我后面也有啊？还有一只。OK， 解决。有掉装吗？没有。好吧，拜。我们就不回去死亡地点了啦，烦死了。还有哦，哎，这里怎么敌人这么多啊？哪里啊？对，等一下，让我搞清楚方向。还有吗？两只。OK， 解决。子弹，这是子弹吗？哦，对。好，我们来分解一下装备啊。我觉得，哎，什么？平均分数可以在主选单找到，其他玩家也可以看得见。哪里有平均分数？哪里啊？威尔，我眼馋吗？哪里啊？这个吗？这个，不对吧？这应该不是吧？哪里啊？这里吗？平均分数啊，哦，这个吗？对不对？啊，我们还差一个医疗任务，我们就可以破这个了。好，那我们先分解一下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哎，等一下，为什么我们拿到一个攻击比我们高，但是准确度、装弹速度都比我们低的枪啊？这要不要分解啊？而且它的 DPS 比较低耶，欸。它武器伤害是有增加 7.5 啦，但是要使用技能，这分解掉，哦，感觉没有很强。
然后衣服部分427没有很好，6709就好。然后护膝的部分398、374留着，手套部分202分解，还有吗？这个，这看起来还好啊。OK，等一下，还有东西啊，在哪里啊？手枪的部分。哎，这是12发的呀！好好好，我们换这一把好了。这个给它弄掉，然后弹夹拆掉，养殖器拆掉。OK，好，我们换这一把。这把它颜色速度一样，可是威力更高。配件换一下。我们要什么颜色啊？紫色看起来好，迷彩还好。这个好了。这看起来不错，然后我们要一个弹夹，这个吗？这个装弹速度比较快，但射速比较慢，这也是，这也是。哦，这个弹夹比较多，但是射速变慢，那就装这个吧。瞄准器，好啊，这个。然后我们要消音器准确度，这个好了，感觉不错。那我们把一个手枪分解掉吧，这个看起来，哎，不，这个啦。这11000而已，然后录了30分钟，哇，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觉得来不及去解那个底下的任务，那个留到下一集好了，时间不够，因为我怕每次汤姆克兰西都录太久，我几乎每次都超时啊，超出时间录影，就是40几分钟那样，那太久了对我来说，我也尽量在缩减啊，但有时候就是一直死嘛，没办法，我有尽量把我 Warning. Hostile 有 presence 时 detected. 间任务，我不要打时间任务了。No，我 Readings 拒绝。indicate an echo nearby. 有敌人，不要理他们好了，不然太麻烦。这样要一直打。啊，这个任务是比较没有敌，哎，有敌人，有敌人。我们换手枪试试看，好像没有很强。为什么他们跑的时候跑得那么像一般平民，可是射人的时候那么专业的感觉，蛮奇怪的。啊，应该是这里了，污染区。任务应该差不多，我们要去把那个关掉。哎，那敌人吗？你不要吓我啊！哎呦，有一个。然后嘞，还有两个。哎，他这次会指出来，之前不会，是因为我已经30等关系吗？哎呀，这里吗？然后嘞？哎，不对啊，我是网龙上，对不对？想一下，我们需要找楼梯上楼，所以我们照理讲要从这边，但是这边被堵住了，所以我们还是只能从这边啊。应该是这条路没错了，然后这边有上去的路吗？没有啊，啊，这整条都是啦。OK，快速滑下去，然后这里吗？有没有7分钟的时间啊？这里啊，这里对。哦，有了，还有一个，应该是往这里，然后这里吗？应该是。他这种任务都是一本道，就是一次到的意思，就是一直线你就可以找到你要关的那个东西了啦，所以就还好啊，在这里，哎、欸、不，哎、欸、哦这里，完成，然后接下来就会遇到敌人了。我猜前面等下会有敌人，因为他每次都会出现在关闭。哎，等一下，哦，就是这种箱子，有时候你可以在这种箱子收到一些紫色装或蓝装，蛮值得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9000的，就直接分解了。有时候它会有零件，零件也可以分解啊。345，哎，怎么都比紫装高啦，算了，随便了，先留着。
先去关那个东西比较重要。OK， 完成。Contamination scan completed。好，左下角的出现可以购买升级了。好，我们回去吧。好，等一下，在这之前，我们先把该分解的分解一下。因为拿到一个什么？这氧气器看起来还好啊， 4.5% 太烂了啦，分解。对不对？9 OK 啦， 16 OK， 12 OK， 43% OK， 哎，会有，这可以分解了啦，徽章的部分就不需要了。OK， 我们回去吧，可以回去那个行动基地了。哎，我们现在不能回去吗？好，要离开污染区域啦。我们先走吧，录35分钟，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做个结束了，这样，因为已经这部分已经弄完了，那下一期的那个进度就是去打那个左下角那个任务哦，因为它一个那个符号看起来应该就是主线任务的后续了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去破一下，如果不是就算了，如果不是我们就去打暗区，然后。看能不能弄到更好的装备，然后去打那个猎准的那个副本任务。这样，我是听说大家说好像很难。Now the area. 来吧，我们回去吧。OK。虽然我现在才录36分钟左右啦，但是虽然有时间去这个地方，但是我怕他这个任务。跟主线一样久，所以就留下一集吧。我们平均好像都是每一次主线任务都一集这样，除了那种就是一直断线的那种状况之外，基本上都是一集一个主线。可能一集一个主线，可能还有时候还会太久，40几分钟有没有？超麻烦。唉，不过还 OK 啦，至少它主线做的比较久一点，玩起来会比较有感觉吧，比较像在打仗的感觉。不过我觉得唯一缺点就是他刚开始那个连线的品质真的很差，现在品质已经改良好很多了。之前那个电脑连线品质哦，真的是大家可以看前面几集就知道了，那个真的是传说中的马铃薯伺服器，对吧？那暗区的部分，我是听很多网友是说什么很多人在里面开外挂，然后好像游戏公司都不管，这我是觉得对我来说影响不大，因为我大部分都玩单人嘛。所以我就觉得还好，对我来说可有可无的感觉。因为我主要就是我买这款游戏当初买的时候，我就是主要为了玩单人，不是为了玩多人，所以就还 OK。要是哦有一些线上游戏它也有单人的部分就好，剧情啊，如果你是说那种枪战游戏，然后回合制的打完就没了那种是就不会想要玩单人虚拟对手那种感觉，那太无聊了，对啊。好吧，先一下。有了技能，复原连结，治疗使用者。好，没关系，我们先升级再说。Now that's what I call an improvement agent. 我应该多收点钱。好啊，给我钱吧。We've really overcome a hurdle here. This disaster aid station will let us distribute supplies right to the civilians who need them. 可以过度治疗，而且它治疗是25000哎，这个治疗是多少？我们来看一下，来啊。我看一下啊，这个治疗是19000，25000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才叫技能嘛？有没有？然后有其他新能力专精的部分呢？专精的部分就是哦，罐头食品效果增加10秒钟，还有嘞，每小时可以收集到罐头食品跟水哦。哎，我可以获得一些啊，在这里消耗品的部分，就是那些食物嘛，我几乎很少在用啦，你按着 V。它就会出现，你就可以使用了，有没有？还有那个爆破弹药之类的，哎，不错啊。然后这边我们应该可以领了吧？啊，还没一小时，那算了。然后我们还有天赋的部分，是专精还是天赋啊？应该是天赋啦，要看一下，不然它会一直有那个增加一栏启用中的天赋啊啊！我天赋可以再多一格了，哦，太好了，太好了，来看一下。我不要使用医疗包的这种了，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比较好。摧毁敌方使用的技能，不，友军还好，生命值主动技能冷却减少，冷却时间降低20%还好。
使用燃烧效果有 30% 几率对10公尺有同样的效果。提升技能强度30%武器爆头有50%不会消耗弹药。好啦，我们最后一个选这个好了，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弹药其实不是很足，没办法一直打任务，不能连续打任务这样。那我们现在录39分钟，我们最后就来看一下制作武器，我们还有什么材料可以制作吧。来吧，啊，几乎都不能制作，不过我们拿到一个手枪设计图，好，很好，好，我们这边可以制作了啦，比较一下。不过，哎，这是蓝装，哎，不要啦，这边都比较低，这边也比较低，这边比较低。我什么时候可以做紫装啊？不要说金装啊，紫装就好了，紫装我就很满足了。可是这个防御力虽然很高，275没有错，但是面罩我好像也有类似的啊，对吧？我这边是215啦，比较低一点，算了啦，那就这样吧。哎呀，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汤姆克兰西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啦。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个喜欢或是订阅。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到赤联军团的粉丝团赞，或是看下其他团员的有趣实况。好像录又太久了，已经40分钟了，再加片头片尾曲，好像就45分钟。好啦，那我们最后测试一下技能看看，按 T 看看，来，有，然后再加这个补血，看一下会补多少。哎，已经超量补满了。哇，还算不错啦。然后这个怎么一直啊？它会有一定的时间呢。哦，酷。好了，那我们这一节时光就到这里结束喽。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个喜欢哦。对，如果你真的有长期在追这个连载系列，你真的很喜欢，一直想持续看下去，就帮我按个喜欢，让我知道一下，那我就会继续拍下去了。那么这一节时光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一节时光再见，大家拜拜。然下起雨，我奔跑跌倒，就像电视偶像剧。失败，我没有勇气，转身离去，但是我没有思绪。突然一个声音把我偷偷敲醒。快点醒来，梦想继续。我爱你，谢谢你把我痛苦带离去，你就是我救星，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我有你挡雨，轻声细语，我有你相信永不分离。你就是最亮那颗星，永远不离去。天空突然下起雨，我奔跑跌倒，就像电视偶像剧。失败，我没有勇气，转身离去，但是我没有思绪。突然一个声音把我偷偷敲醒，快点醒来，梦想继续。我爱你，谢谢你把我痛苦带离去，你就是我救星，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我有你挡雨，轻声细语，我有你相信永不分离。你就是最亮那颗星，我爱你，谢谢你把我痛苦带离去，你就是我救星，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我有你挡雨，轻声细语，我有你相信永不分离。你就是最亮那颗星，我爱你，谢谢你把我痛苦带离去，你就是我救星，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我有你挡雨，轻声细语，我有你相信永不分离。你就是最亮那颗星，我的内心。